Hello，女性朋友们，您的工作主管是女性吗？如果每天你每天上班的时候想到要跟女性主管共事，就会出现失眠、头痛、忧郁等等的症状，那很有可能是罹患了所谓的女王风症。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女助理在女主管的带领下压力相当大，现实生活中女性工作者也可能因为女上司对于女性同仁要求比较多而产生不舒服的症状，在国外的严重中被称为女王风症。我觉得这样子压力很大，然后有时候压力会大到我晚上睡不着觉，会失眠，然后头又很痛，然后有时候又胃会很痛。他注意的时间比较多，然后男主管的话是做事的是比较不会注意到小细节。妇产科医师表示，近来求诊的女性越来越多，大部分都说自己有个女主管要求比男性主管还严格，也让自己出现不舒服的症状。我以为会把你的下面的员工你属下给他压抑，那对于男的属下他会刻意的给他资源。彰化有一名工作7年的女性航员，就是因为罹患女王风症，多年来生不出小孩，等到离开职场才顺利怀孕。女性罹患女王风症，长期下来会出现不孕、失眠、头痛、忧郁，甚至还有可能出现胃灼痛以及胃酸逆流的情况。看来女性工作者除了要当家庭与工作的夹心饼干，还多了一个女王风症的危机要面对。中央新闻陈梦辉彰化报道。